刀剑水来难动情，第一英雄廖天丁。说这出戏它是以白色恐怖为背景，然后再讲一个父子关系。我比较负责是往低往下面走的一个部分，然后布袋戏的部分，它在这里面就是。小时候，我爸爸就常讲布袋戏的部分给我听，所以他比较是那种插科打诨。武器在倒位，啊，无鱼也无虾，哎，这啥？这敢是武器？哎，那是塑胶啦，那是伤脑筋。其他的剧团合作的时候，那些偶其实都比较大，甚至就是把人塞在里面，所以他在舞台上，你可以真的人跟这些。相同样的人的尺寸去合演其实是没有问题的。传统戏曲结合其实蛮难的，第一个就是他们就是真人跟布袋戏的尺寸差非常非常的多，你要如何把这两个元素放在舞台上，它是一个困难点。然后第二个，我排了之后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那个传统的布袋戏老师他们是不用背台词的。在现代剧场，如果你不背台词的话，就是譬如说他刚才里面有讲安贵跨请，然后他如果不讲跨请的话，他只是把那个刷马桶的举起来，那个音乐就不会变。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代表上海牙。传统的布袋戏，它有非常多非常精彩的部分，可是我们一般去看传统布袋戏的时候，你可能看不到这一些。所以詹杰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想说，我要如何把传统的布袋戏的一些精华放在这个戏里面。我最近一直在看有关于台湾历史的书，就发现说，其实布袋戏它的发展史跟台湾史其实就是，它其实就是台湾史，你知道吗？在后年之后，我希望做一个布袋戏历史的故事。